您好，美联储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今天开始，分析师们预期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97.6%，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为2.4%。波音公司告诉员工们，将在2024年年中在华盛顿艾佛里特增加一条新的737 MAX 生产线，公司计划增加其最畅销机型的生产交付量。该公司还宣布将重新启动位于华盛顿伦敦的第三条737 MAX 生产线。特斯拉宣布将未来2年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10亿美元，因为他希望增加用于电动汽车电池和半重型卡车的4680型号电池的产量。几天前，该公司公布了扩建内华达州工厂的计划。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布2022年调整后利润为590亿美元。埃克森美孚的业绩远远超过其在2008年报告的当时创纪录的452亿美元的净利润，当时油价达到每桶142美元，比去年的平均价格高出 30%。埃克森美孚表示，由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征收的欧盟暴利税和资产减值，该公司第四季度的收益受到了13亿美元的打击。安进公司和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将在今天收市后发布季度财务报表。分析师们预计安进公司报告的每股收益为4.09美元，营收为67.4亿美元。预计美国超威半导体公司报告的每股收益为0.67美元，营收为55.2亿美元。制药商安进公司昨日宣布，该公司裁员约300名美国员工，约占其员工总数的1.2%，理由是其商业团队最近发生了组织变动。辉利资本团队祝您健康快乐。